一个人的气质里藏着他读过的书、走过的路和爱过的人。亲爱的你，欢迎来到听书阁，我是林烨。喜欢节目的话，可以来 YouTube 收看我们的最新视频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：女人越干净，他人对你越死心塌地。李宗盛的歌曲《鬼迷心窍》里面有这么一句歌词：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，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。女人最能吸引人的不是强大的内在，也不是漂亮，而是气质。气质能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因为它能散发出独一无二的魅力。说到气质，不得不说起董卿。最让人耳熟能详的莫过于她的知识量，总能说出金句。特别是她的独有的魅力，让很多人都被她吸引。正因为她独特的气质被很多人记住。但她身上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干净。她总是穿着修身的西服和礼服，展现出曼妙的身材，脸上没有一丝皱纹，给人的感觉干净利落。可以说，很多女人都很羡慕她，想活成她的模样。气质虽不好修炼，但干净却能让人轻易记住。真正活得漂亮的女人都很干净。一，仪表干净。和外在相比，干净更能感到舒服，让人忍不住去接近。因为没有人愿意从别人邋遢的外表真正了解对方的内心。可以说，每个人都是追求外在且看重外在的。女人最干净的莫过于穿着整洁的衣衫，画着淡淡的妆容，衬出干净的皮肤，让人感到如沐春风。但因为生活太苦，或是婚姻不幸福，很多女人都忽略了外在。大学舍友琪琪，她上学时成绩优异，年年都能拿到奖学金，能力更是高出别人一大截。身边人认为她未来一定能有更好的发展，而她也决定去上海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可没想到，大学毕业两三月后，她还一直没找到工作，在出租屋待业。后来我们小区才知道原因，原来刚毕业他就应聘了心仪很久的大公司，当时他认为自己的能力一定能通过面试胜任那份工作。事与愿违，第一轮面试他就被淘汰下来。面试官委婉地说出拒绝琪琪的理由，公司想要找的是既有能力又能与成熟的人打交道的员工。由于琪琪穿着学生时期常穿的衣服，脚上是帆布鞋，背着帆布包，即使他再有能力也会因为外在大打折扣。因为我们给外人的第一印象都是通过自己的穿着来决定，如果穿着不过关，别人更不愿意深入了解你的真实样子。或许很多人不在乎外在，认为只要能力到位，外在可以暂时忽略。但是从你的穿着能看出是否尊重对方。每当我们出门约会，都会特意选衣服准备，生活也是如此。如果对方看你穿着随意，就会认为你打心里就不尊重他。只有让自己仪容干净，打扮得得体利落，内外兼修，才能打动别人。懂得打扮自己，才能显现出自己的气质，也会赢得更多人的重视。二，圈子干净。年轻时，我们总希望身边有很多好朋友，可以陪着自己。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发现有的朋友并不适合长时间相处，因为没有真心。很多人相处都是表面关系，只打个招呼。所以很多聪明的女人都会给自己的圈子减负，利用这段时间的独处。前段时间公司聚餐，同事尼可直接拒绝，但其他同事并没有用不合群的眼神看她，相反还对她产生一丝丝羡慕。因为其他人明显也不想进行这次聚餐，因为大家只是同事关系，不得不答应，而她却可以随心所欲。后来我们一起吃饭，我问他，这样做不会担心和同事处不好关系吗？或者因为这样做脱离公司？他回答，我在公司都会做好本职工作，何来的脱离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交往习惯，对什么关系的人都有明确的尺度。因为很多同事并不算私交，大多人辞职后和所有的同事都断了联系。如果把大量的时间都放在这样的圈子中，反倒没有精力去维持值得的人和事。有的时候甚至还会招来那些烂桃花。有的人明明有了家庭，
却还是选择和单身女孩表白。所以，筛选圈子中的人是一个女人必须要做的。与其和这种烂人周旋被纠缠，不如直接保持点头之交。虽然有的女孩子身边有很多朋友，生活充实，确实会让人羡慕，但真让人羡慕的是那些圈子干净的女生，因为她们懂得自己要什么。这样的人更容易受到别人尊重，也更让人欣赏。人活的时间越长，越了解圈子干净有多么重要。不丢了自我，守住底线的女孩更珍贵。三，心里干净。很多女人总是被外面的流言蜚语所打扰，生了一肚子气却没有解决问题。其实，无论你再优秀，做得再好，也不能让所有人满意，总会有人在背后抹黑你。几年前，书上顶着高学历的光环被一家公司挖去，直接进入管理层。在其他管理者的眼中，这是他该有的职位，因为他的能力确实配得上。但在那些手下眼中，却认为书上是走关系才得到这个职位。在他刚上班的那段时间，公司有很多关于他的风言风语，有的同事总是在背后八卦他，身边人都很心疼他，但他却没有当回事，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了。后来他开始展现出自己的能力，那些说他坏话的同事看到自己和他的差距后也开始闭嘴。现在他从刚开始带领小团队到现在带领大团队，成为公司最有能力的管理者，而那些流言早就不攻自破，有的人开始佩服他遇事不惊的性格。女人最难做的是心静，不被外面的事情所打扰。聪明的女人能够守得住内心的真实，从不被外界打扰，不被流言蜚语所拖累，而是让内心保持干净，不轻易改变。女人无论外表还是内心，或者是圈子，都是最美的。身为女人，越干净越高贵。世间最难得的就是干净，清清白白做人，实实在在做事，但只有做到才会得到一切。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，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，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。世界很大，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。另外，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，听见您的声音，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8点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，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。林言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。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，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。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制作成视频，请放心，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进行保密。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，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。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，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。